意思是一样，所以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去创造它空间的感觉。那创造空间的感觉就要这样，两个会远，这个要变很远，这个要变很近，就会远。你要设计成跟它，你现在这边是黄，对不对？嗯。淡淡的黄，那这边应该是淡淡的咖啡或淡淡的蓝，这样就会远。那既然这边要远，对不对？所以蓝总不可能一来这边就跑变红了。嗯，所以什么？这边会怎样？比较深一点的蓝，嗯，深一点，对不对？啊，然后这边有个阴影，对不对？
这边有个阴影，对不对？我们刚才讲说，你光这样，它有一点点红，红，然后慢慢灰，对对对，它红的不补色应该是一个绿，嗯，所以你这边蓝越来越绿，越来越绿，越来越绿，所以是规划出来的。这样的话，你的背景是被你规划出来，然后让你的东西，哇，就这样的。人家会觉得就是一个感觉，但是你是放了一个观念进去，只是放了说，我这样的话，我的暗面呢就不会都很暗。嗯，就像这样的一个暗面都很暗，对不对？怎么会蒙蒙的？不会蒙蒙的。我们如果画得很暗，它就是很传统的画法，就是石膏像。这个几个面是暗的，所以你不一定这样。不是黑就是白。谢谢老师。这样的话就会很有那种感觉，就是你能够引起共鸣，说，哦，这个是比较远的地方，这个地方是这样。但是他们讲不出来，哦，原来你是利用这个大自然的原理来画，但是他们是存在他们脑海里，所以他们会有个共鸣。那个地方。